恭喜您成为第一总裁助理，您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好了。梁总，这位是？你是内审部的经理杜明，我刚才扫了一下公司内部的财务审计报表，可能有些问题，您安排一下时间，我需要跟杜经理沟通一下。你来干什么？ 出事儿吗？不过你给我的数字的确有我们公司的地址。好了好了啊，我跟你说，回家再说吧。哟，这位是新来的林总吧？我们中午的时候好像见过面。有什么事吗？常总监。我去采购部取点资料。明天见。哎，好。哦，杜明还在吗？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，明天再说吧。总裁助理，不错，宛如，你绝对是摄像界的潜力股。如果真的有这个股票板块的话，你一定是第一个上市的。 宛如，当总裁助理难吗？累吗？薪水多不多？我们晚上是不是可以加餐了？难倒是不难，累嘛是有一点的。薪水，好像还没谈到薪水。看走眼了，原来不是潜力股，是垃圾股。那我给你的那双数字有用吗？ 暂时还没有什么用哎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这是什么呀？给你买的礼物啊。这个是给小雪的厨房六件套，还有女仆套装。 主人，你辛苦了。宛如姐，这个是买给你的黑框眼镜，为了搭配黑色，我特意给你选了一套日系风性感比基尼套装。小涛涛，还不快点！ 小美，我帮你选了一个全色系的指甲油套装，颜色很全的哦，还为你选了一件黑丝套装。Tommy Queen。哎，从眼前的这些证据。 毫无疑问的看出你今天发工资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你有没有买吃的？我好饿啊！按照约定，把你的奖金百分之八十交出来吧。不是说好百分之五十的吗？你们怎么能坐地起价呢？不过我已经把所有的钱全都给你们买礼物了，证明我这个人对你们还是很好的吧？来，谁来拥抱我一下？ 你来干什么？
死者为男性，今年36岁，身高1.78米，体重69公斤。死亡原因是身中14刀，其中有3处致命伤：颈动脉破裂、气管割断、心脏破裂。死亡时间昨天晚上6点到8点。挑衅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杀人，这是赤裸裸的挑衅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觉得像不像是熟人做啊？什么味儿？这是？是乙醚。这是死者迅速的昏迷。这3刀致命伤口：第1刀刺穿了颈动脉，第2刀直切气管，第3刀捅破了心脏。3刀致命伤非常的杂乱无章，而且凶手还把凶器留在了现场。凶手的作案手法非常不专业，但是却很专注，而且蓄谋已久。从作案工具的尖锐程度跟这个死者伤口的深度来判断，凶手一定是个男人。哎，陈涛，这个案件是你负责的吗？对啊。不是，你叹什么气呀你？常总监，常总监，麻烦你进来一下。林总，什么事儿啊？杜明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啊？哦，8月15。好了，你忙你的去吧。23742680081815，你一定要记住啊。下雪的数字依旧准确，23742268151，74226是案发现场，815是死者的电脑密码，只是还有2和3两个数字没有对上。你这敲了半天，有什么发现没有？第一，杜明的密码实在是太简单了，保密措施做得很差。如果他还活着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批评他。第二。这个电脑被人动过啊！哎，对了，我们这儿有监控探头，是不是能帮上忙啊？好啊，那你带陈警官去看一下，有什么消息赶紧通知我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去啊！我去了啊。还是宛如靠谱啊，工作一天就可以给我们加餐了。哎呀，真是惭愧，这只是我们一天的补助。如果没有案子发生的话，相信我们这一个月下来一定能自负盈亏。这豆腐好好吃啊。这些西红柿炒蛋都那么好吃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是劳动所得的结果，这种心安理得会使胃口大大的提升，就算来路不正，山珍海味的话也是如同嚼蜡呀。不会吧，那天就属你吃的耻辱之餐最多。那这个由我的补助买的菜加上小雪的手艺，算不算是你的耻辱之餐呢？我才不管耻不耻辱的，有的是就好了。而且你也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啊，把陈涛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公司，自己回来大吃大喝，看来我们无可救药的陈涛也不是一无是处嘛。那是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今天不买菜回来的话，我今天见到的死人将会不止这一个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人啊就别吵了，赶紧好好吃饭吧。我去打电话叫陈涛回家吃饭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你再不回来，吃的就一点都没有了。那就你就是下雪，你让他们俩别吵了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发现你在二楼的时候智商最高。下次不是那个。能麻烦您再给往前倒一点吗？
谢谢啊。陈涛电话。喂。哎，宛如，监控录像我已经看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除了两个请产假的，一个度蜜月的，剩下没有请假的人了。死亡时间可以确定在6:30到7:00之间，所有人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摄像头并不多，但位置都不错。不过有一段儿，喂，你还在听我说吗？要不要从头跟你说一遍？陈涛，虽然我对你的观察力严重表示怀疑，但是我真的实在太撑了。实在有碍于我的思路，我建议你把录像再看10遍，至少。10遍？还至少？不是，喂。麻烦再给往前倒一下，10遍，先1遍，谢谢啊。我也不知道这看来看去能看出什么来。哎，对了，麻烦你把公司的平面图发给我一份，谢谢啊。嗯，这个没有。哎，黄总。你说这些案件会不会和你本人的特质有关？这倒是个很有新意的假设，说说看。会不会是因为本人长得太像死人，所以手刀之术血流成河？这种可能性为零，因为人的特点跟气质是无法诱发陌生人犯罪的，所以我不具备。倒是小美，我觉得你呢是具备这个特质的。如果陈涛这样的智商的人为了你去杀人，从逻辑层面上，我表示可以理解。我当你夸我了。你们两个真的是吃完饭一点正事儿也没有。陈涛可是还没吃饭呢。说到陈涛，我对这个家伙的智商实在太不放心。我回公司看看。菜都吃完了，我看我还是再做一点吧。一会儿啊，我和你一起给陈涛送过去。好吧，反正我也吃得很饱，正好想走走，减减肥。哎，婉容，来，瞧瞧，这是什么？平面图？对啊，常总监说了，他们公司没有平面图，所以说这是我刚刚用软件亲手制作的，还热乎的呢。我记得你的任务是看监控录像，有什么发现啊？有重大发现，在中午的时候，监控录像里出现了30分钟的断点。这就是你看了10遍之后的结果吗？我觉着，这个就很有可能是破案的关键。哎，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休想逃脱我敏锐的直觉，这就是神探陈涛。啊，是这样，这批摄像头呢是刚换的，案发当天刚刚装上，重新调试了一下，所以会有30分钟的断点。6:30到7:00之间，如果凶手真的是公司内部人员的话，根本就没有时间作案。案发当时你在哪里啊？我就在这里。有人能为你作证吗？有啊，大家都可以给我作证。那7:00之前呢？我在办公室。和大家在一起工作吗？自己一个人。对对对。杨景超培训完以后，就只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常月的监控室里活动过。常月在案发时，我亲眼见到了他的不在场证明。哟，这位是新来的林总吧？我们中午的时候好像见过面。有什么事吗，常总监？我去采购部取点资料，明天见。哎，好。哎，雪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水果都被我摔了，都是我不好。嗯，没事没事，挺好挺好。这是什么呀？便当。哦，挺好挺好。那个，
你们先忙着啊，我办点事儿啊，忙着忙着忙着。刚才来的路上碰到了 Michael， 小美就把我丢下了。我以为你们在26楼呢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，后来才想起来你们在27楼，我还是爬楼梯上来的呢。26楼？为什么监控录像里根本就没有看到？你是怎么上来的？别动，蹲下。到底是别动还是蹲下呀？白痴，我让你蹲下。吃这么多的，让我蹲下吃，这就对了。摄像头的死角。哎，借着火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抽烟。哦，我看地上烟头，我还给你抽呢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蹲半天，脚都麻了，还没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雪，我靠，不是吧？又死一个！这是干什么？怎么把我铐起来了？快放开我！就凭你，就凭你也想逃脱我的法眼？敢铐你就有证据，老实交代。说吧。你们怀疑我？案发的时候我去找胡总了，这点胡总可以证明啊。对了，林总，你也看见我了呀？凶手的确不是你，一个晕血的人刺杀杜明致死。就算是你承认，我们也不会相信的。但是，你是同谋。至于夏雪，你的数字23742268155。哦，我刚才看到的办公室就是23号。74226是案发现场，815是死者的生日，23号办公室是胡继元的，也就是凶手藏匿的地址。什么门这是？啊！这广斗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完全没有监控器，完全没有监控器。哎，对呀。不，这句话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玩是吧？行。在路上好看起。录像头可以吧？对不起。你咋在叫嘴里呢？
凶手的确不是你。一个晕血的人刺杀杜明致死，就算是你承认，我们也不会相信的。但是，你是同谋。程月，现在交代。现在交代，你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。快说。现在的时间，回到案发的当天下午。我是 Miss X。我要杀了你，杜明！我才是被甩的那个。骚气死你！我没系腰带，我没系腰带。我每次你都刷了尿呢。我不是学表演的吗？处女座。混蛋！说的太牛逼了。我的兄弟呀、啊！哎呦喂、哎！借几个妞使行不行？啊？他是疯子。哎呦，我是土味哥。我呀是做冥币生意的，我呢，傻逼。说谁是狼牙呢？说你呢？这个时候就应该弄。真的是 gay，